我们讲很多外面的老师，他是触碰不到你的内心的那个你，哦，所以当这个老师他简单的一些话语，他简单的一些情感，让我感觉到他很用心，他很用心在讲他的课程，他很用心在把那个精髓带出来，而且很容易的直接的帮助到目前我当下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报名了，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主动去报名了，没有课程呢，我会自己主动去报名的，对，那我看到我要的东西，我看到我值得学习的地方。